我几乎每天都会打一杯果汁来喝。我比较常用的东西就是一根香蕉，一根香蕉已经在里面，半颗苹果，半颗火龙果，然后一些蓝莓，然后还有一颗小柳丁，然后半颗柳丁也下去了，然后我们再加750ml 的水。那就可以了，盖上盖子就可以了。高速跑一会儿，然后我会加一点蜂蜜，这样就好了。颜色很漂亮吧？